哎呦，看见爸爸了，哎呀，哎呀，爸爸抱抱呀，哎呀，喜欢爸爸呀，啊，哎呀，终于见到爸爸了。这两天赶快把日语学学哈，这两天要说日语了啊。我们要登机了，晚了一个小时啊，现在是正儿八经的开始登机了，排队排的老长，我也不去抱着排了，等人家都上飞机上的差不多了，我再上。我们到上海浦东机场，看见两只小鸟了哈，这个机场里边有两只小鸟呢，哎呦，那小鸟怎么飞进来的？哦，哎，好了，好，应该有温水吧？啊，这个，哇，哎呦，好了，快吧，哎呦。是温水哦。我们去哪里？中转那里。这些小朋友也是去日本的，去干什么？去研学。我们过了这海关了哈。哎，好，你等等我，你长那么小，我被走丢了。哼。哇，好漂亮吧？啊，好香呀！香吗？这是假的，你还香？这有香味吗？没有钱，你赶快长大挣钱吧。妈妈有钱。妈妈也没有钱呢，所以妈妈是小汤汤。看看什么看看，没钱呢，往前走。有啊，我要上个厕所，把他也拖进来了哈，只能这样上厕所。你看着我啊，臭臭，臭味。好，你别看我害羞。想尿尿。好，你等一会儿的，你先看那边。对。我要上他的袜呀，先上他的袜呀，飞，你在哪里呀？哎，我想要呀。嗯，真棒，唱的真好啊。叔叔都会唱，你对面的叔叔都能唱。我们要登上开往日本的飞机了，这会儿应该不会睡觉了吧？上午都睡了哈，睡了一上午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脱鞋吧。哎，我们终于出来了。你要买什么？你给的呀，我们先去把票，把那个票弄了，再先去拿，大巴车的票，就拿了一个糖哈，高粱饴糖哈。要看见一个了。看见一个了，什么看见一个？妈妈来了。来车了？来了吗？肯定是哈，因为我们要坐车嘛。我们坐上大巴车了，是不是要回家见到爸爸了？两个小时左右吧，就见到爸爸。他找爸爸。爸爸。三尺。好。妈妈到啦。没到，这家伙现在一句日语也不说，全说的是中文。你说，说的是咱中国的话。爸爸下班。爸爸下班来接我们。爸爸妈妈上班。对，都上班啊。上野兔兔。好，上幼儿园不哭啊。到了。爸爸，看见爸爸了，哎呀，爸爸抱抱呀，哎呀，喜欢爸爸呀，啊，哎呀，终于见到爸爸了，哎呀，我的老公，好久不见呢，我的老公，这个是你的爸爸吗？是爸爸，你说啥说啊？哎呀，美的硬叫爸爸，哎呀，爸爸，嗯。爸爸想回家。一起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回新娘家的家哈。开心吗？开心。我们今天回来还挺早的，哎，马达卡路有呢。でも朝が来ついよ。そんな3時起きたの。
不要妈妈抱抱，一次没妈妈给打口水，妈妈，你没意妈妈吃个来打打口水，那还是你的家伙，就是在机场的时候让我抱抱哈，这一下飞机了，不用抱了，时候你看有车坐的地方了，就不用，哎，不用妈妈抱，我可会说好听的了啊。你这个大，这两天赶快把日语学学哈，这两天要说日语了哈。那人家讲霓虹狗，那里人家讲，我们去超市看看啊，推个车子，让爸爸推个车子哈。爸爸这是咖啡，爸爸这。阿萨姆狗狗。啊？阿萨姆狗狗？嗯。对，我们来买点东西吧。妈妈，我现在扒着哈。嗯，我一回来我就想起来，西瓜我都没吃的够呢。50块钱一个西瓜，妈呀，秋高贵呀，谁要？我查看一着，怎么说？啊，哎，又看见什么了？还要吃个这个呀？啊，这个别，那你拿这一盒行了。菠萝还要吃个菠萝吗？啊，行。好久没吃纳豆了哈，哎呀妈呀，还行，不要那个，这个不好吃，就吃个好吃，这个、好吃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带加了海带。哎呀，给爸爸拿啤酒吧。哎呀妈呀，好，给爸爸拿啤酒吧。好，加油，拿，啊，加油。啊，还有寿司啊！哎呀，你吃吗？你不用。一浪，你吃这个。爱吃。啊，你爱吃什么？爱吃？哎，这不要这个，是买那个是。说他不答应了呢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，兴奋的！哎呀妈呀，都这个嘴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，你说。好多呀，啊，真棒！两个家。哎，两个家呀，啊，哎呀，这有两个家，看见小猫了没有？看看外边，你看外边，看玻璃那儿，看玻璃，看看下面，看下面，看没看见？下面。看见小猫了？哎。啊，喜欢小猫啊！喵喵喵！哎呦，开开灯了啊！我看看吧。哎呦，妈咪，哎呦，看着有小鱼吗？小鸭子。啊，还有小鸭子吗？哎呦，毎天的狗喊鸭鲁诺，那看哪尼？哎呦，毎天鸭鲁诺个，特别是给毎天。哎呀，这个家和那个家一比较起来，这个家就是小哈、啊。哎呀，真小、哦，东西一多就对了啊。好。哎呦，这是别人给爸爸的一个哈密瓜，这是我今年种的花长出来了。哎呦，我这个花一直也没长新的，你上口把它拖出来，拖到这里，那长新的了。哎呀，真好，长了好几个新的呢。买了好多的饭，好多吃，好吃多吃点啊，多吃点身体棒。在床上，妈妈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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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
你吃吧，我在哪？卡哇伊，穿的我的裤衩子。嗯，对。想起我了。就是你了。哎，小鱼还是老小鱼。啊？小鱼。你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大白天也烂了吧？おいしい。你想讲？你还唱おいしいも忘れたのね。好吃的有，妈呀，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で有，什么好吃？要吃要吃要尝一口。尝一口，尝一口，等我给你拿个碗。尝一口，要尝一口。好了，我吃吃吧。哎呦妈呀，爸爸哥。新しいビール飲んでるね。あよ、これ美味しい。うん。あ？うん。普通の缶ビールより。いやいや。うん。いや、吃完了。
嗯，哎呀妈，真好吃！哎呀妈，啥？你真能吃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是啥呀？好久没和爸爸俩这么一起玩了啊！哎呀，嗯，我的，哎呀，这不弄爸爸疼。那这个不收拾好了怎么不收拾好了怎么办？妈妈生气啊！对，不收拾好妈妈就生气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还挺知道的啊。